你订阅了吗？帮我拿不到，帮我拿。不行，你要跳，要跳。可是你跳就拿到，一跳就拿到。那可能我放在最上面。哎、欸，一跳就拿到，但是还拿不到才是高招。哦、没有，你要勾不到，然后你要转过来跟我撒娇。哦，这样才对。我拿不到。没有，不是这样跳啊！我还是不想帮你啊！不是这样跳，你要这样跳。好啦，你示范示范。你要跳。啊！你这样是在性侵鬼子。哈哈哈！不要再一次。我交配。不是不是，我交配。不是，我问八十。你再一次，你再一次。这样可以吗？说，马康拿不到。好像是狗啊！对啊，我怎么这么会？假设要性侵表姐的柜子好吗？公狗，公狗。戴加法的公狗。戴加法的公狗。你要后置哦，你要后置，再出一题，再出一题。我不信，我不信我那么好女生单身，再出一题。啊啊啊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那他这个椅子，椅子怎么调？椅子怎么调？大家闪开！大家闪开！我是真的不会开车。可以吗？左右照镜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弄到低，好，来了。慢慢踩，慢慢踩。我没有要踩油门啦，滑行不行吗？慢慢踩。好，很慢，很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好，你们可以，来来，哎、欸，很好，很好 ，Yes， 完成，今天完成，跟卤白菜说 OK， 好，我们今天自己到这边就结束了，完全无法理解前面距离跟那个花盆的距离，可以，我们靠近它，它就会知道距离是多少，来说吧，你我们会知道，花会告诉你说，哔哔哔，到了，好。转过去了，转过去了。好，你们怎么知道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已经转过去了，我们头已经过去了。为什么？我看不到花盆，我看不到花盆。OK， 碾过花盆，花盆便宜，花盆很便宜。那草花盆很秀，因为这里花盆很秀。可是你怎么知道车子没有碰到花盆 ？OK， 现在停下来，你现在需要看的地方是看这个后照镜，后照镜旁边有没有碰到东西？没有。OK， 这个后照镜旁边有没有碰到东西？没有。好，后面有没有东西？后面没有。这个后面有没有？我们 OK， 他们两个。走开！我不敢踩油门，我不敢。没电，没电，对。那我们就你说什么东西没电？你先不要关，你先看。哦，好好好，对对。要切纸喽，你先往左边，你要切纸。直走很好，停下。直走我会，直走我会。直走，你告诉我们你有多会来，我们放肆的来。就这样，就是填左边走。你不要，你不要，有你们两个，不要大声叫。你偏左，你右一点点，右一点点吗？因为你像直上，你会撞到那个红色的墙壁。No， 被扒了，赶快。这个就是，哎，不要。哎，我觉得会被骂死。我帮我调一我就是在练车啊。哎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停在这，停在这，靠，停，好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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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。那我该怎么回转？往前一点点，往前，往左边。我不会回转，怎么可能？谁让你们自己破马路不行吗？我不可能回转，那么车太多。等一下，那个车就会绿灯走掉，前面红灯的时候你就可以把。不能啦，我们转很久。我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回转，你马克，我不可能。你记得刚刚，你记得刚刚就是没有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就帮我回转，然后我开回，我开回白马，开回白马，第一圈是平地，召唤回来。第一圈是平地，我可以去绕绕两圈。好好好，这是什么交易啊？谁可以绕两圈？这边风尚有车，这边车真的不能。我真的是绝交男朋友比较简单。对呀，你不要逼我们女生好不好？这车就是我都要怎么转啦？怎么转？转就是很好。而且大家都超凶的。对啊，车子好大，公司好大。你要找大路，你不可以找这个小的不行的。这条路很大。你刚刚差点撞到路边的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刚刚你我有把你往赶快往回拉，快然后就要撞到了。所以现在，所以你开回白马，我们到管理室在接手。对嘛？那管理室在接手啦。第一次出声，我不知道你要问制作人。公车那么大，万一制作人哪可以的？你知道今天怎样吗？今天林马克还说我们要去基隆吃海产，叫我开去，怎么可能？他就想要我们暂停啊。快速道路，你是不是想要我们？你是不是想要我们纵回开房间倒闭？他就说快速道路就不能，我们就不能快了。快速道路就很快就到，怎么可能？没有，你忘记了。快速道路反而好开，快速道路好开。你不觉得交男朋友比较简单？有啊，有啊，好像谈恋爱比较简单嘞。结婚有色。好像觉得，因为原本觉得好像要交男朋友很难，然后现在觉得交男朋友好难。对，我不要买车了耶！他最真实
的性感。没有，他真实就是不性感啊。这也没错啦。Baby， 今天想要吃面有场子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好奇怪，我真的奇怪耶。是奇怪我。Baby 啊，老人。对啊，今天下午四点有场次，要跟我去看哥吉拉吗？我显然只是我想跟我打炮嘛，对，我懂，所以我需要，我需要梳头发。女生的楼下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个人就是非常 take care 我的楼下。如果觉得女生楼下如果有味道的话，男生女生都会蛮困扰的，就另外一半也很困扰。最怕就是女生自己不知道，有可能吗？会啊，谁会看楼下去塞那边？就像小气人不会知道自己小气是一样道理啊。居然可以同用，那另外一半如果尿在你身上，你们可以接受？我很 OK， 我觉得解决，我不 OK。先让他们在一起洗澡，还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他是一起洗啊，一起啊，啊，不然嘞，他没有一起洗。尿在身上，你需要蹲在那里？不用啦，他就我洗洗，他才尿到我脚上，干嘛啦？然后再用水洗。没有人这样对过我，我不知道，好奇怪哦。有点开心了，你不觉得？你只能坐大便在身上，我可能会揍他，大便不洗，我会堵住。对啊，我谁跟我堵住？是我是受不了大便。你赶紧去，赶紧去甩尿。Who care？ 水沟啊，撒尿是有一种。感觉是浑然天成，有就是会那种对于不会撒娇，想要撒娇会有一种尴尬、尴尬疙瘩啊。对他们可能会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自然的撒娇。我完全被养狗这件事打开。那你后来有跟男朋友大撒娇吗？但是就是譬如说我可能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视讯的时候，你就跟狗说哟碰屁屁碰屁屁我的小屁屁，然后你在马上转过去的时候，然后就用了这个音再继续跟他讲下一件事情，就是就可以。延续个五秒，所以你用这个语气讲完，他才会。但五秒之后会变回原本的。你说示范一下，原本的你pitch很低耶、欸。我想看哦、喔，像情境什么，比如说哎呦胖咪咪胖咪咪，然后我们在这边，他在那边跟你那个，然后我就说哎、欸、你一样可爱耶、欸。啊谢谢谢谢。啊对，那我们等一下哟。好一致啦。他可能可以五秒，他可以延续五秒，所以你要赶快再回到狗，哎呦小屁屁啊。设计师来我家，他就是哦，他没有带尺哎、欸，就是没有带 ruler， 然后我就想说哦，没有带尺这么荒唐，所以我就只我身边也只有这个，就是所以就拿这个借他，我的三点要男头哎、欸，对，因为我们要拍广告，所以要量头哎、欸，头力很大，三十五十，这样是六哎五十七吧，五十七还好吧，五七那两个好两文，他已经超小了、啊，没有不一定不一定，啊、不然公尺哦，我有些是寸呐、啊，哎你们腿要装潢是不是？他五五，他五不是，你几啊？我59，你第一名。我就去弄头发，他就说你，他说你今天要去哪？我说去三星的厂。他说我跟你讲，帮你弄个科技感，然后就弄了，就挺科技。然后我那天头真的好痛，没办法算算数，崩到不行，崩到不行，那个发型真的崩到不行。然后后来就一到，你看谁会穿那样走在马路上，走在马路上就飞奔一下，竟然是飞奔，想说因为全训一圈，想说这女人是疯婆子，你知道吗？就穿那样走在信义区，真的是很像疯婆子。但那天还蛮多，所以应该还好啊。就搭到疯婆子，对，大家都因为也是有更多人比我更疯啊。然后我那天穿那样一到现场，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就要冲进去赶快拍照，然后工作人员挡下来说：“小姐，请问你有带邀请函吗？”我想说，干谁会带邀请函？我穿很没礼貌、啊。对，然后我说我的脸就是邀请函，然后他就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谈判一定要温情攻势哦，这点很重要，你不能是踩硬到不行，你就赌气。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吃软不吃硬吧？对，大部分人是，然后再来第二个多的就是吃硬不吃软的。就欠对，懂没？不是本来就这两种吗？吃软不吃硬的吃硬东西。表现第三种就是刚刚好，不是第三种是软硬都不吃的。那第四种，他第二软硬都吃，对。想说有多大分嘞？有些吃软三分，有些不吃肉，他吃二分。我不想说，怎么分了一个废话？铺一个超大的、啊，你做家的毁在刚那一句话，剪掉，到底要你最扯一段，这本书十种吃的方法，第一种吃软不吃，十种人的分类，第二种吃软不吃。
不吃软。第三种吃的恰恰好，很好喝哎、欸。没有话题吗？是不是太饿了？没有，不是没有没有。你懂我说的那个后劲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层次 layer S。它的麻辣汤不是只有辣油，对你吃东西都没有 layer， 真的都没有 layer。Time 一个 money， 对 ，Time 一个 money， 谢谢你，时间跟金钱，这脑子没有提示。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有，我知道什么低鱼。哦，那是什么？不是，不是什么杜儿，也不是，也不是，也不是杜什么，就是两个字，杜两个字，也不是，不是伊鱼啊。你们知道这个吗？等一下，我知道，这个超恨的。我知道他的，他是鹅的幼，我知道他的来生，不，他的人生，来生是什么？他的人生。第二个是这个我最恨的一个食物，这个。哎，等一下有那个东西。Oh my god！ 金哥，自然卷海带，自然卷海带，就说给他命名，我就叫自然卷海带。这个我要恨死了，阿斌哥一直要吃小甜甜，小甜甜海带，假的，小甜甜公主海带。四个吧，是不是？四个，两个字而已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法官头海带，法官头海带，这两个字，法带。我刚以为那是海蜇皮耶，没有，是一种海带，然后就是法官的头啊。你们都有答对海这个字，没错，两个字而已，海卷。好，下一个海条。好，答案公布，它叫做好，打开。干你娘！这个是什么？很常见，上尾蟑螂。哦，我知道，北莲啦。冰哥，答对了。我吓我一跳，真的吓到哎！我吓我一跳。如果是活的怎么办？啊，有一只是活的。给我拿走！金哥盖起来，盖！我不敢了。你他妈来了！赶快盖起来！好了，太狠了啦！来吧。刚好未开房间。要唱。别忘了快按赞哦，还要加订阅。总口未开房间。好，是有什么问题都不要提，在下面留言啊，都点一下留言。太高了，累了，回到当地。